笑，大仙不闹。么么哒。又把我挤去边路里、啊。先丢二技能，先丢二技能。一个闪。这还不交闪，非要死的还交。来吧，那就试试喽。炸！完了，尴尬的一幕出现了，这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。啊！哎呀，我两个技能我全空了，我笑了。兄弟们，你是不是觉得你行？你没大了还不走？吸这个盾有用？又开始了我的无情跪求一死状态。为什么要送？嘿，起！A 二技能 A 是吧？他晕我，大招定住 A 挂惩戒拉扯 A 双 buff 在手，我很牛。定住，哇！我来扛这一波，企业惩戒上去 A 啊！小心马可来赚大，我一个大换脸上 A 两下他，行。哎呀，不要让我打这个边路呀！我真的是打边路打得我好烦呐、啊！我就不爱玩边路。